喂，好，是汇丰银行致电。话？咩话？汇丰银行啫。听唔到。晚安，欢迎致电汇丰广东话，我一字。Good evening， 本行提醒客户切勿向可疑来电者透露任何敏感个人或户口资料。你亦可考虑定期更换电话理财密码，以保安全。请联络我们了解详情。如你需要报失卡，怀疑自己受骗或接到任何可疑来电、短信、电邮，我星字。